晋唐永，基督既从死者中复活，就不再死，死亡不再统治他了。阿肋路亚。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主内亲爱的兄弟姐妹，现在我们大家认罪，虔诚地举行弥撒圣祭。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姐妹承认我思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真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姐妹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阿们。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请大家祈祷。仁慈的天主，求你使我们在庆祝月奥祭时所获得的恩宠，常能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实效，结出美果。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唯一天主，永生永望，阿们。读经一，恭读《宗徒大事录》。我们从特洛阿开船，一直航到萨摩拉克，第二天到了乃阿伯里，从那里到了腓立伯，这是马其顿一区的首都，罗马的殖民地。我们就在这城里住了几天。安息日，我们出了城门，到了河边，我们知道那里有个祈祷所，我们遂坐下向聚集的妇女讲话。有个敬畏天主的女人，名叫李迪亚，是提亚提拉城卖紫红布的，她一直在听。主开明了她的心，使她接受保禄所讲的话。她同她一家领了喜，便请求说，你们若认为我是忠于主的人，就请到我家去住。遂强邀我们去了。天主的圣训，感谢天主。答唱咏：上主喜爱自己的百姓，上主喜爱自己的百姓。请你们向上主欧唱新歌，在圣者集会中向他祝贺。愿以色列因自己的创造者而踊跃，愿西庸子民因自己的君王而欢乐。上主喜爱自己的百姓，愿他们以舞蹈赞美上主的名，愿他们敲鼓弹琴向上主歌咏，因为上主喜爱自己的百姓，赏赐谦虚的人凯旋而得胜。上主喜爱自己的百姓，愿圣徒因所受的光荣而喜庆，在自己的床榻上欢呼而歌颂。愿赞美天主的歌词在他们的口中，这也就是一切圣徒的光荣。上主喜爱自己的百姓。
阿肋路亚，阿肋路亚。主说，真理之神必要为我作证，并且你们也要作证。阿肋路亚，阿肋路亚。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恭读圣若望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那时候，耶稣对门徒说：当护卫者，就是我从父那里要给你们派遣的，那发于父的真理之神来到时，他必要为我作证，并且你们也要作证，因为你们从开始就和我在一起。我给你们讲论了这些事，免得你们的信仰受动摇。人要把你们逐出会堂，并且时候必到，凡杀害你们的，还以为是尽恭敬天主的义务。他们这样做，是因为没有认识父，也没有认识我。我给你们讲论了这一切，是为叫你们在这一切发生时，想起我早告诉了你们这一切。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主内的兄弟姐妹，孟子曾经说：我善养我的浩然之气。那什么是浩然之气呢？孟子接着解释说：浩然之气呢，就是至大至刚的气，要用正直和道义来培养它，而我们不要以邪恶去伤害它。这样呢，我们的浩然之气就可以充塞在天地之间。啊，这个浩然之气呢，按照孟子的理解，是靠着我们人自身的修行，是一股从下而上的正面的力量。而今天的福音呢，耶稣说他要回到天父那里去，亲自给信徒们从天上派遣圣神。哇哦，这个圣神呢，就是从上到下的一种属神的力量，这是一件来自神的礼物，能够意识到并且接受这样的礼物，真是我们信友的福气。这圣神，耶稣说是护卫之神，是真理之神。我们来看一看什么是护卫，什么是真理。护卫呢，就是保护和安慰的神。保护呢，并不是说在此生 此世会保佑我们信徒平安无事。耶稣在今天的福音也说得很清楚，他说有人会把你们逐出会堂，甚至会杀害你们。事实上，绝大多数的宗徒也都为信仰而致命了。圣神对信友的保护，特别指的是不受到罪恶的伤害，令我们不会失去永恒的生命。圣神呢，是保护和安慰的神。安慰我们，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信友相信，掌管一切的是天主，
天塌不下来。即使发生了一些看起来并不好的事情，我们信友们也有来自天主的那份恩宠和慰藉，来帮助我们战胜内心的恐惧、不安、悲伤，让我们的内心有夺不走的平安。所以保护和安慰的神，护卫之神，圣神呢也是真理之神。真理之神呢，就是让我们依靠我们的良心，持守不偏不倚的原则，有一颗正直的良心。例如耶稣在今天的福音中，他还为那些迫害信徒们的人找借口开脱他们的罪责。耶稣说，那些人之所以驱赶杀害你们，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父和子，他们以为自己这样做是在尽恭敬天主的义务。既然这些人呢不是明知故犯，不知者无过，至少没有大的罪过，所以呢我们也就不要去怨恨他们。这就是因着爱德为对方为对手来着想，不是总考虑自己的利益，这就是真理。为着对方着想呢，就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社会上家庭里世界上就会多一分和平与安宁。真理给我们一颗宽宏大量的心，真理邀请我们站在别人的角度上为他人着想，真理给我们释放和自由。记得前几天去理发排长队，在排队的人里呢，有的人就抱怨，为什么开理发店的老板这么没有脑子，开店的第一天明明知道会有很多人理发，为什么不多派一些理发师啊，惹得我们去排这么长的队。而其中呢，有一位长者他说道，很多理发师呢其实都是来自我们的邻国，那些人呢因为疫情的原因来不了新加坡，所以呢很可能是这里没有足够的理发师一席话呢讲得大家心里都好多了站在对方的位置，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来着想这是真理之言。主内亲爱的兄弟姐妹们，让我们在今天的弥撒中感谢耶稣给我们从天上派遣了护卫之神、真理之神，让我们在生活中依靠圣神，培养我们的浩然正气，让我们的生命也充满正能量，充满阳光，我们驱散生命中的黑暗和阴郁，为信仰做生活的见证。再过两个星期呢，就是圣神降临节了，让我们为圣神在我们身上及世界上的运作及大能而祈祷。阿们。
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食粮，我们赞美你。我们将大地和人类劳苦的果实麦面饼呈现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愿天主永受赞美。上主，万有的主，你赐给我们饮料，我们赞美你。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劳苦的果实葡萄酒呈现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料。愿天主永受赞美。各位兄弟姐妹，请你们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上主，求你收纳教会欢心奉献的礼品，你既赐给了我们复活的喜悦，求你也使我们将来得享永恒的福乐。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举心向上，我们全心归向上主。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时时歌颂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有助于我们获得救恩。由于我们的逾越节羔羊基督已完成了牺牲，现在我们更当隆重地赞美你。基督为人舍生，永不再死，被人处死，却永远生活。他在你面前永做我们的中保，为我们不断奉献自己。为此，普世万民洋溢着复活的喜乐，踊跃欢腾。同时，天上的掌权者和大能的天使都同声歌颂你的光荣，不停地欢呼。圣圣圣，上主，万有的天主，你的光荣充满天地，欢呼之声响彻云霄。奉上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欢呼之声响彻云霄。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请留，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信德的奥基，基督
我们传报你的圣死，我们歌颂你的复活，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并因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使你的子民协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我们的吴成才主教与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求你也垂念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姐妹，并求你垂念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容。求你垂念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同真荣父玛利亚、圣母的敬佩、我们的主保圣若瑟、诸圣宗徒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崇敬和荣耀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并联合圣神，都归于你，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天下万国，普世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主耶稣基督，你曾对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请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望。阿们。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大家真诚的互助来自上主的平安。平安。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赐给我们平安。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蒙召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的。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愿基督的圣体圣血护佑我们得到永生。阿们。
领主涌。耶稣来到门徒中间，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阿肋路亚。请大家祈祷。上主，求你垂顾你的子民，你既以永生的奥基使我们重获新生，求你恩赐我们将来也获享不朽的荣福，得到肉身的复活。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们。弥撒礼成，你们去传布福音吧。感谢天主。